我们来持续看到这一场大选，其实关注的大家看到就是接下来俄乌战争是怎么会发展。大家最关心现在，泽伦斯基难道真的完蛋了吗？川普会把泽伦斯基给卖掉吗？大家都在看。我们先来看到这个美选结果底定之后，谁立刻出来说话？俄罗斯的国安会的秘书长绍伊古，好，11月7号这一天，他特别出来呼吁了基辅盟友展开协商，停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他还问说，现在到底要怎么做呢？你们是要继续资助基辅，让乌克兰的人民灭绝，还是你们终于要开始承认现实，开始和俄罗斯协商了呢？我们看到现在绍伊古等于跨出了一大步。那接下来川普当选之后，有没有可能？因为大家知道川普常常是不可预测的，有没有可能绕开乌克兰，直接去找普丁商讨俄乌和谈？上任后，他曾经说过，第一天他要解决俄乌战争。那短时间内代表俄乌战争会很快结束吗？大使又怎么解读这场战争的发展？这场战争就是，我想就是结束哈，乌克兰啊失败啊，这个只是指日可待，只是快慢而已。因为这个是川普重要政见啊，上任以后尽快解决俄乌战争。这场战争他讲，他形容是一场灾难，他没有讲他是大家的灾难，而且正因为这个拜登错误的政策哈，他正带领着哈美国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最主要就是这场战争，这是川普讲的再明确无误的事情。所以他的第一件事情，除了就是说哈，要开始遣返这些非法移民外，外面就是要结束这场战争。对，那这场战争，说实话，我们就这样说好了哈。美国手上的筹码太多了，那俄罗斯也有很多筹码，那只有一个人一个国家毫无筹码，就是乌克兰。所以要决定这场战争的最后的命运的话，没有筹码人是没有发言权的，没有筹码完全没有发言权，真正有发言权就是今天拜登跟普丁两个人。那他们可以找这个泽伦斯基，也可以不找泽伦斯基。我觉得基本上泽伦斯基如果他认得清楚情势的话，他就不要添乱，他要不要在里面添乱？添乱的话，他可能就还没有战争结束之前他就下台了，下台了。这个你要知道，在外交上谈判很多时候你不愿意接受，对不对？那你又没有发言权，那就请你下台换一个人来。在今天乌克兰主张和平的政治人物多得很，随时可以换一个，把泽伦斯基请他下台。那我刚刚说川普手上的筹码很简单啊，我今天武器不给你一个月，看你打什么。我今天这个哈停止给你发这个给钱的话，请问一下，你的这些军工教的薪水谁发？对，这些就是根本就是显而易见的，他手上太多筹码了。泽伦斯基，我觉得是绝望的呐喊而已。最后的命运就是哈，川普跟那个哈普丁两个人决定。那时间的快慢而已。那这一场谈判已经开始了，对不对？那个这个显而易见的哈，那普丁要的不只是俄乌战争的结束哦，他还要美国撤销所以对俄罗斯的这种制裁，要让俄罗斯哈能够恢复到战前在国际社会的这个美国的关系。这个也是普丁已经开口了，他叫他的那个新闻秘书哈，已经叫价了，所以我觉得公开叫价已经拉得很高了哈。那就是说私底下他们两个人慢慢谈吧，时间问题。那这场战争是非结束不可。那不会随着乌克兰人民，还有更不要讲泽伦斯的意愿而改变。基本上他们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谈判桌上的一块肉，任凭两边的谈判人来切。好，最终俄乌战争会由这个普丁跟川普两个人讨论之后来决定，这是比较有可能。但是北约的部分有没有可能来有
对川普有一些些的影响力呢？我们持续来看哦，这个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11月8号在这个欧洲领导人会议上特别强调，哎，未来美欧的关系真的很重要，一定不能够断绝，将会伤害乌克兰跟更广大的欧洲。再来就是看到北约秘书长吕特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关心他的态度也非常的特别，他就不断的拉拢川普，他说我期待跟川普坐下来讨论如何应对这些威胁。吕特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北韩参与俄罗斯的战争会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另外其他的国家有非常多国，11月6号这一天包括了南韩、美英法、加德、意日、澳洲还有这个纽西兰十国外长也联合发布声明，表示北韩派兵援助俄罗斯这是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我们现在看到是泽伦斯基是否真的很害怕美国跟欧洲闹翻，你看泽伦斯基频频出来放话。另外一头刚刚提到的北约秘书长吕特现在突然间把北韩这个事情拿出来说，是要说服川普继续支持乌克兰吗？这反而是他的一个筹码吗？汉廷怎么看？这是吕特的一个说服策略了，他要告诉川普说，你看这个北韩现在很可恶啊，北韩、俄罗斯啊、中国大陆、伊朗啊连成一气啊，这会威胁到美国，所以你还是要继续去力挺乌克兰，好，试图做出影响川普的决定。但北约或者是吕特，怎么可能影响得了川普？怎么可能影响得了共和党呢？要搞清楚谁才是主人嘛，对吧？是哪有北约要求美国听话？实际上是美国才能让北约听话。那目前最新的报道消息是说，川普跟共和党内部的一套最新可能的和平方案是要求呢乌克兰20年都不要加入北约，然后呢签了一个20年的和平协议，但20年内美国会持续给乌克兰军事援助。首先这让大家看清楚了，国际之间哪有所谓的自主啊、诚信啊或者是公理啊，只有强权嘛。美国过去多少年忽悠乌克兰我会协助你加入北约，开打了之后呢就通通都作废了，现在更是直接说了不准就是不准。那么要不要加入北约，理论上是乌克兰和北约成员国内部的事情啊，结果我们都知道就是美国可以一国说了算并且来做出决定。那么这个方案俄罗斯会不会同意呢？当然不会同意。为啥？这就好像现在一个大人呢打了小孩，把小孩给打倒了，突然这个时候美国跑过来，哎，这个别动，好、哦，这干嘛呢？不是说要争取和平，而是20年之后啊，我先把这个小孩带走，对吧？我给他吃好，给他喝好，然后我给他武装力量，我给他训练，20年之后再放回来。那你觉得这20年之后，乌克兰会不会继续找俄罗斯复仇呢？而且他经过了所谓的各种的军事训练，经过了北约的武装力量，会不会再找俄罗斯干架呢？当然会。所以20年对我们常人来看可能是很长的时间，可是对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20年所谓的和平协议就是给予乌克兰休养生息的缓兵之计嘛。俄罗斯只要不是一个蠢人，他一定都知道，哦，现在给你休息20年，20年后指不定你怎么样来报复我，怎么样来攻击我，可能攻击得更凶，力量更强大。20年后我俄罗斯会不会比现在更强大，那也不知道。所以呢一定是不可能接受的。那么现在呢，因为先前川普的副手啊万斯曾经说过，就是将现在双方的军事区域啊直接转变成为非军事区，所以你可以看到啊，拜登呢也赶快啊拨给乌克兰的这个军费啊，然后呢这个俄罗斯的战事也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大家都希望进一步的扩大战果，那等待最后假设有所谓的一个谈判或者是停火的条件，那么大家都是固守着既有的战果来维持住，所以在可预见的方案或者是谈判来临之前呢、目前俄乌的战事只会持续进行。好，确实哦，现在俄乌仍然在持续的第一线，持续的攻击哦。那进一步大家都希望能够扩大战火，尤其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北韩参战这个事情持续的在进行当中。那目前的战果如何？我们来看到《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北韩军队确实是已经正式投入在俄罗斯境内的库斯克跟乌军交战了。那传出现在已经造成大量的北韩的士兵死亡，而且乌克兰方面他的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他也做了一个统计，大家知道吗？他们在库斯克这个地方已经打了一共是3个月的时间，他在这个时间突然间统计了在过去3个月的一些战果，那他就说了，一共是造成了俄军损失的人力达到了20842人。再来就是在武器方面也造成俄军有很多的损失，包括画面上我们看到他说有54辆的坦克、276辆的装甲车跟他的火炮还有这个火箭
多管火箭等等。好，之前曾经传出北韩会派出他最精锐的这个暴风军团援鄂，现在看起来，哎，他的战力好像真的不如大家所想象这么好，哎。那瑟尔斯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来公布他的战果？这样就能消弭外界本来一直在骂说乌克兰你出兵这个库斯克根本就战略失败，他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这时候做统计吗？夏伟哥怎么看？哦，对，他当然这个时候提出啊，这个俄军的这个损失啊，那当然是乌克兰单方面所宣称的。那到底实际上到底是有多少？这个你要说啊，这个战场战报啊，这个可能啊，大家也没有办法去核实。不过，当然我们这个地方也注意到，北韩士兵啊投入在这个库斯克地区的这样的战斗，而且现在看起来的确啊伤亡颇为惨重。其实说真的，这一点也不意外。为什么呢？就是说，当时这些北韩士兵啊一开始投入战斗的时候，我心里面想说，这些人将来如果有人能够活着回去北韩，对不对？那其实韩国人要伤脑筋了。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会在战场上吸收了非常足够的现代战争的这样一个经验。那这些哈，这个北韩的这个士兵，你可以看到，我那时候有看到有一些这个画面啊出来，就是啊这个俄军的不乌克兰军队这个无人机啊就飞到了这个北韩哈士兵的这个头上，然后呢就好整以暇丢了几个这个这个炸那个爆那个就是榴弹下去，乒乒乓乓就炸死一票人。为什么？因为其实北韩他们这些士兵过去所受的训练，或在这个北韩呢，他们的这样一个习惯的这样一个战场那个状态呢，跟乌克兰本身哈是非常的不相同啊。第一，你可以看到北韩哈，它原先的这个战场环境在跟呢南北韩接壤的地方都是山地哈树林，但是在这个库茨克地区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平原。然后呢，而且呢，双方哈这个挖掘这样非常多的这个战壕，北韩的这个军队完全没有在这种现代高哈这种无人机威胁下的这个战场上运动过的这样的经验跟哈这个这个作战能力，所以你就看到像那个影片上啊一堆北韩兵啊聚在一起，两颗榴弹就把他们放倒超过一半以上。那甚至于我们也看到这个乌军啊有这个照片啊，看到地上一个已经那个阵亡的北韩兵啊，他就拿着他的这个这个身份证件啊，然后那边看，也就是代表就是说这些北韩的士兵啊，其实虽然说他们在北韩可能受到非常良好的这个训练，但是并没有办法能够在乌克兰这个战场上真正跟乌克兰打。但是啊，我觉得就是说，如果再加上其实俄罗斯的军队把他们丢到这个库茨克战场前，他们也并没有一个非常充分的训练，也就是说并没有告诉他们说现在战争你在这地方碰到什么，然后什么碰到那个无人机该怎么样这个应对。其实甚至你看连俄罗斯自己都应对的不好，所以这个时候你说好北韩士兵出来在这个地方蒙受这么大的这样一个损失啊，死了那么多人，我一点也不觉得意外。不过当然了，接下来这个状态，也就是说现在俄罗斯之所以会用到北韩的兵队好丢到这个库茨克战役上，也其实也显现一件事，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兵源也开始匮乏。当然我相信乌克兰的情况可能更严重，但是至少好现在川普上来之后在这些国际好这样的一个形势大为改变这个情况下，其实我也真的是很希望俄乌冲突能够赶快画下一个这个休止符。这场美国总统大选对于企业界的影响，我们来看到现在最紧张的其实是这个俄乌战场上，泽伦斯基现在绝对很紧张。我们来看到这一场选举结果在出来之后，第一时间果然哦，这个泽伦斯基呢，他立刻的祝贺川普，他还说呢，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场选举胜利，并且希望他们能够共同努力来结束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侵略哦。他还这个很温馨的回顾了一下，说，哎，今年九月份的时候，确实呢，我那时候有去美国跟川普度过一个时光。他说跟川普有做一个精彩的会谈，我们讨论了取胜的计划，以及会讨论了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方法等等。我们泽伦斯基他还说，我非常欣赏川普在全球的事务中，他非常努力致力于实力实现和平的方针等等。好，我们可以看到泽伦斯基第一时间。听起来非常的紧张，不断的给川普戴高帽，这个嘴巴上面一直说川普多厉害多厉害，但是心里面是不是其实真的是非常的紧张呢？接下来川普可能会怎么做？针对这场俄乌战争，现在老大怎么看？这个泽连斯基虽然这个在一个月之内，这一个月他都是预料到可能是这个川普赢了，但是真正结果揭晓，他还是非常的啊，他知道川普浴火重生，他可能要跳进火海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但是就是他这个套啊方法啊，当然是干演员的，随时知道什么戏码要调整了、啊。但是呢，你如果对一些三十岁以下的小女生有用，你对川普这个老江湖真的是没有用。川普啊，就像刚刚那个蔡委员讲的，川普精于算计，但是他很奇怪，他算计很精细，别人是想不到的。可是他一表达的就三个特点，简单、粗暴、有效。
你就炸这个，你就炸多少吨，你就怎么样，很粗暴，也很简单，但是很有效。所以这是川普的而已。那么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对这个泽连斯基的话呢，啊，你再戴高帽，那川普可能就斜着眼睛看你，你怎么那么你啊，你怎么跟贺锦丽一样来这一套了，对不对？那可能这样。那么第一个，我觉得他不大可能那个。第一，他不会违背自己的承诺。这是川普的个性，他讲过要让这个战争停，他不会违背。第二个，我支持你，我无利可图嘛。川普很重视两个，一个利益的利，还有一个力量的利。我支持你无利可图嘛。那第二个，你已经无利可回天了嘛，对不对？你既无利，你又无利，我给你干什么？但是呢，他不会支持。可是他的方法上可能有两种，一个就是断奶嘛。但是断奶有两种，一个是慢一点断，一个是快点断，或者是让这个欧盟来继续接着喂奶，我不管，我推给你，反正我不会再给你花一毛钱。啊，是在那个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说，他呢，这个后面的结果，那你们美国都不支持，尤其你川普跟欧洲这个关系，欧洲会接这个棒子吗？应该是不太会接了。所以他现在应该是好好去研究一下啊，当初这个南北韩中间这个是怎么弄的，可能比较务实一点。所以听起来他是不会再继续的协助乌克兰，这个欧盟的部分的态度我们也要来持续的观察。而且大家还记得吗？川普他曾经说过了，这句话就是非常的明显，他说他要一天内结束俄乌战争。到底有没有可能办得到，包括他自己跟他的幕僚之后会怎么做，大家也很关心。我们来看到针对川普的这个言论，有些人就发表了他们的想法。第一位是俄罗斯的前总统，他是麦维德夫，他说他不清楚川普会削减军援到什么程度。再来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也分析，他说川普旗下有两派的幕僚，看他们到时候会怎么决定。第一派的幕僚是以前国务卿蓬佩奥为首的这个传统幕僚，可能会推动达成协议，不会让这个莫斯科看起来像是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是另外一派幕僚是国家安全顾问热门人选理查格雷内尔为首的，他会希望能够赶快把战争停止吧，然后呢让这个基辅能够让步。目前两派的共识是冻结战线，那也就是说俄罗斯的部分他占领乌克兰领土的20%就会被拿走，那基辅的部分则是要承诺你至少20年内不会加入北约。现在看起来到底哪一派可能比较可能会胜出，委员怎么看战截动线这件事情可不可能被川普这个狂人给打破，会有其他的方法吗？委员，我觉得这不是美国单方面可以决定的事情。川普说一天之内就要决定，现在一天已经过去了，看他当选要从宣布起算都要一天，现在俄罗斯的军队还在快速挺进当中，可能这个战线一直在往乌西的方向在扩张。那你要所谓用现状的战线来停火的话，那俄罗斯当然会抢占更多的土地嘛。那你现在他自己要面对一个很大的决断啊，就像刚才李老大讲，要简单粗暴有效。好，那我们再看看你怎么简单粗暴。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告诉泽连斯基，从现在开始起不给你一毛钱，啊，我这个已经答应拜登答应给你，我也不给，我现在国会是我大多数了，我可以撤回啊。那如果没有一个没有美国给钱的基辅，我不认为欧盟也会给钱。美国欧盟不给钱的话，那泽连斯基就马上米粮见底，更没办法打仗。所以泽连斯基只能乖乖的看着，眼睁睁看着俄罗斯攻城略地，战线不断的扩大。那你美国该怎么做？这个川普有讲过一句话，他说根据我的方案停火停战，那如果这个乌克兰不答应，我不给钱啊，这个比较简单。然后可是问题对俄罗斯简单粗暴未必有用啊。他说如果俄罗斯不答应的话，我要给乌克兰更多的钱，让乌克兰更有能力打俄罗斯，是吗？你钱从哪里来？因为他自己做了一个竞选广告非常有效，在美国这竞选广告点率又非常的高。他就是说，一则拜登花了很多钱给泽连斯基，那另外一则美国很多单亲妈妈排队在食物银行领食物，这个感动很多人啊。那个民主党在讲什么都没用啊，这是摊开眼前的事实，就是这个样子啊。你为什么不拿600亿？那如果再挖苦他一下，美国海军说没有钱修军舰，那600亿就够修军舰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整个川普的竞选策略啊，是变成他自己必须去履行，要不然他下一次
两年后的其中选举会被攻击的体无完肤啊。所以变成说他对俄罗斯的话就要一再的退让。所以昨天我在开玩笑说，现在这个普丁正在开香槟等着这个川普送水果来看他，对不对？这是一个经典的画面一定会出现。所以现在不是你美国的幕僚能够叫板的时候，是你要去跟普丁叫板。普丁现在兵强马壮，你有本事跟他叫板那才怪了。所以美国只好乖乖去跟普丁妥协。好，看完这个政治还有策略面，我们来看到那现在在俄乌确实的第一线战场还在持续的当中。刚刚特别提到说这个战线已经往乌西在扩大，其实不只是乌西，现在乌东的部分更是危机哦。11月6号的部分，俄罗斯国防部已经宣布了在24小时内他们已经拿下了5个城市。另外呢，俄军的部分他还攻下了这个地方斯捷潘诺夫卡，持续包围在库拉霍沃市这个地方。那他们的乌军的女督军议员哦，祖格拉雅，他也在炮轰说，乌军总司令，你都一直隐瞒战况啊，很多的战线是有问题的，你都没有回报，包括了在哈尔科夫跟顿内茨克这边有很多的领土其实都被交换给俄罗斯的，但是你都把这件事情给隐瞒。我们看到现在川普正式上台前，俄军持续的猛攻在乌东地区，是要换取更多的筹码吗？在这段期间，我们看到甚至到川普上任之前还可能会丧失多少的土地，对于乌克兰来说，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这个结果对乌克兰是非常的不利啊，因为对于俄军来说，他不会去管这个未来川普会怎么做，因为这个是决定在美国人手中嘛。可是决定在普丁手中的就是他的战争目标，他的特别行动目标是什么，他要打到什么地方去啊？那当然之后是跟美国的上任以后啊，那个川普上来了以后，那么再做去一些协调。可是问题是在于我们先看到，因为川普还没上任，川普是下礼拜要去跟拜登见面了，而他的白宫的交接小组也是下礼拜才开始交接，然后川普一定会跟拜登谈一些重要的事件嘛，啊，例如说要拜登说你现在是看守政府了啊，看守总统了，你重大的决策你可能不方便，你在做决策了。但是我们看到拜登在昨天就急忙的再多拨一笔预算给这个乌克兰，那也就是因为拜登知道以目前的选举结果啊，这个对乌克兰来说，它整体的政治跟军事的层面的士气一定是下挫的。那这个下挫对于乌克兰的军队跟俄军的交战绝对是不利的。对。那目前俄军取得很大程度的优势了嘛？那很大程度的优势，我们都可以看到，红军城已经的包围圈是一直在缩小了。那一直在缩小，而且所有人都知道，红军城一旦拿下来之后，那很有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再往这个乌克兰这个地方来去推进30到50公里，可能就是一两天的事情了。有人说可能一礼拜就往内推了，因为他红军城一打下，下面就几乎是无险可守了，那俄军就会往前扑过去，再往扑过去的时候就开始接近到涅伯城了。那往涅伯城打的时候，一旦打下来，那就往北推，就到了基辅了。所以事实上对乌克兰来讲，它是岌岌可危的。另外一条战线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哈尔科夫。为什么这位女督军她会特别去哈尔科夫看？因为如果红军城打下来了以后，往北走就是哈尔科夫的这条战线了。而俄军这次打哈尔科夫跟以前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在以前是一打的时候就把部队就打进哈尔科夫，可是哈尔科夫是一个大城，那他没有办法建立强大的攻势来去守卫，所以当乌军反扑的时候他就守不住了，因此他就把主力部队就撤走，撤到了顿内茨克这个地方，结果哈尔科夫又回到乌克兰的手中。那这次俄军的打法就比较谨慎比较保守了，他就先从外围里面一直切，也就是哈尔科夫既然是一个大城，所以他城市的粮食食物的供应事实上是从外面的乡镇供应进来的，所以他是先从外面的乡镇慢慢的切，慢慢的切，慢慢的吃。这也就是女督军发现，就是说怎么这么多的地方都已经落入俄军之手，而都没有发战报。那都没有发战报，等于是越来越被包围的情形下，养这么大城市的居民，他怎么去处理？没错。所以我个人是认为，对于俄军来说的话，他在最后一个关键啊，
他当然会猛攻。那等到你川普上来了以后，因为川普现在目前还没有掌握权力嘛，他要到20号才掌握权力，等到1月他掌握权力以后，他才有办法说话。这段时间俄军一定会想方设法拿最大的土地。好，这一节我们来持续关心的是俄乌战争。俄罗斯呢一直由新的西方可能会允许乌克兰使用远端武器打击俄罗斯非常的担心。那针对此呢，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外长最新呢，他语重心长的表示说，我们俄罗斯绝对不能忽视北约长期以来毫不掩饰直接对俄罗斯寄出了种种侵略上面的政策。俄罗斯这话讲得非常的重。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俄乌战场的第一线现在情况战线到哪了，尤其我们要关心的就是乌克兰东南部这个地方扎波罗热线现在也是陷入一个窘境，包括了他的州长已经出来说话了，他说俄罗斯现在对首府扎波罗热市前线附近的一个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已经造成当地6死9伤了。乌克兰现在第一线我们看到非常的吃紧，已经重挫了，但是西方的援助却是迟迟不来。我们要特别来关心到一个国家，就是德国，他的外交部长近期访问的基辅特别强调柏林对乌克兰是支持的，而且是坚若磐石的支持。他说尤其现在冬天要到了，我们要保护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啊。不过呢，这个话是这样说没有错，在武器方面却迟迟不供应。尤其泽伦斯基一直想要的就是来自于德国的这个金牛座长城飞弹，但是因为肖兹太担心了俄乌战争会升级，现在已经确定了说这个飞弹是不会提供给你乌克兰的。另外肖兹也拒绝了乌克兰加入北约，立即加入北约的这个请求。再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韩的这个兵支援俄罗斯现在战况又到哪里了。南韩这边特别讲了，他的国防部表示10000多名的北韩军人确实已经抵达俄罗斯了，当中有许多的北韩军他们被放到就是库斯克在内的最前线去。那乌克兰的国防部长也透露说，乌克兰军队确实在和北韩的军队已经发生了首次比较小一个规模的交战，所以几乎等于就是证实了北韩军出现在俄乌战场里面了。我们要请教老师了，黄老师如何看这一次德国表面上说我和你坚若磐石，但是武器却迟迟不给这件事情。再来就是北韩士兵加入俄乌战场后续又会如何来针对这个战场有什么样的变化，您如何看？德国他对乌克兰这样子一种所谓的分裂的态度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因为德国第一个他自己的政府就是一个红绿灯内阁，他是一个组合的联合内阁，所以内阁里面其实说实在这个德国的总理舒兹跟德国的外长还有财长等等他们其实立场并不是那么的接近，但是因为政治的现实他必须要合在一起组成这个联合的内阁。所以我们看到贝尔伯克这个绿党的外长其实他的外交政策他是比较属于积极支持自由民主或者积极支持这些被俄罗斯侵略的这些国家或民族。那贝尔伯克他这样的做法可是遇到了总理肖兹的时候，肖兹就会帮他踩刹车。其实同样的例子看到德国对台湾也是类似的状况，就是他的这个外长贝尔伯克对台湾相对友善，跟过去的外长比起来，可是德国呢最后为什么对台湾的关系他那个进展就是那么只有一点点，当然就是因为外长上面还有一个至少是制度上的老板，就是总理会踩刹车。所以金牛座这个飞弹的问题，包括过去人家说德国会不会提供一些比较先进的战机，德国基本上都不会这样做，就是因为德国知道他跟俄罗斯打过交道，他也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在俄乌的冲突中既可以支持乌克兰但是又不会让事端扩大而且把德国卷入进去。那至于北韩的这一块呢，其实各位看得出来目前北韩的军队到了俄罗斯，他至少从外电看起来他没有进入到乌克兰的领土，他没有进入到乌克兰领土，也就是说根据乌克兰根据北韩跟俄罗斯的这种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或共同防御协定，北韩是去帮助俄罗斯防卫他的国土，因为他的国土被乌克兰入侵了。好，如果今天北韩军队进入到了乌克兰，那就是北韩跟乌克兰直接的作战了。但是如果北韩的军队到目前为止我说过根据新闻他都是在俄罗斯境内，那么他是在履行他们双边的国际法律条约的义务。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北韩的军队表现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但是吃苦耐劳，我想从北韩的整个环境来看，我们想他的军队吃苦耐劳应该是可以的。那再来就是说，我们还记得大概在一个礼拜前吧，有新闻说是立陶宛出来的消息，说北韩的军队几乎被团灭，啊，剩下一两个，那一两个，那为什么现在才说乌克兰的这个官方才说我们现在有了第一次小规模的交战？那那个团灭的消息怎么来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到在俄乌冲突里面，这些假消息、认知作战，不管从俄罗斯出来的，或从美国，或者从这个西方阵营出来的，源源不绝。但重点就是说，北韩目前我觉得他不管我们说他该不该涉入跟俄乌的这个冲突，但是呢，至少他目前的军队派遣的行为，还有他的这个所在的范围，都没有超过这个俄国跟北韩的这个相互的防御条约。好，我们现在不管看到是德国或者是北韩提供这个俄乌战场有什么样子的影响，但是现在眼前最重要的绝对就是这个，因为美国总统大选几乎已经底定了，所以说接下来如果川普入主白宫之后，对于这一场战事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后续我们等一下也会来持续关心。其实呢，现在这场战打到现在，大家记得吗？其实已经经历过了三个冬天了。乌克兰的武装部队的总司令瑟尔斯基他出来说话了，他说呢，这个目前正在面对的就是来自于俄罗斯开战以来最强大的一个前线进攻了，他说很需要物资，很需要装备啊。那这个乌克兰从这个危机升级以来，美国的部分已经提供的金额是$604亿左右的军援，五角大厦也甚至做了评估，说接下来不管怎么样，乌克兰你的部分还是可以再打6到12个月，真的可以打到这么久的时间吗？因为接下来川普可能会入主白宫哦。那最新呢，普丁也宣布了，他说接受川普他提出来的这个停战协议，他认为这项协议对乌克兰是非常不利的，尤其呢因为乌克兰他得要割让他半数以上的领土。再来就是俄罗斯的前总统，他叫做麦维德夫，也就是现任的安全会议的副主席，他也说如果川普试图停止冲突，他可能会成为第二个甘乃迪。所以就算是川普提出这样子的一些言论，他认为川普他们还是会针对川普做报复的。好，我们想要来看川普普丁这个时候为什么同意川普的停战协议？那如果真的川普入主白宫了，刚说嘛，这样听起来停战协议对乌克兰真的很不利，那泽伦斯基他会答应吗？就算不答应，有办法抵抗美国吗？ Russ 怎么看？怎么可能抵抗美国？尤其是如果川普做下这个决定，我不再军援你，我鼓励乌克兰你接受现在现行的情况来做一个停火协议。那什么是现行的情况？就是你刚刚说的，国土要割让俄罗斯，而且没有期限，不知道俄罗斯会占领多少时间，多久，多少年？那泽连斯基真的是没有办法抵抗川普。如果川普真的有这个想法的话，而且川普他在竞选期间说很多次，如果他上来的话，他一天之内就会解决这个俄乌战争，甚至我不排除他在将来10个礼拜的国度期间，虽然拜登还是总统，但是我不排除川普会针对这个战争。会有动手表示我已经准备好当总统，连我在过渡期间也可以处理，我说我会处理，我真的要做得到。那这个要看另外一个要看的就是美国国会，因为这个是通过国会的总统签署的一个法律。对，但是在美国的宪法体制，外交国防这个领域是总统说的就算，所以呢就变成虽然这个预算已经是通过国会，拜登总统签署，但是如果川普觉得我不用实行，国会也没办法逼他继续军援乌克兰，所以乌克兰真的要心理准备。我相信全球最担心川普回来就是乌克兰。好，所以看起来这个川普未来的决定权已经非常的大了。不过我们现在还要特别在关心另外一个国家，是北韩。在这个时候又开始有一些小动作了啦。我们要请春宫来带我们看北韩到底在做什么。就是呢，日本的防卫省已经说了，
北韩接下来可能会发射它的弹道飞弹，这是来自于南韩的这个参谋本部说的。北韩朝日本海方向试射弹道飞弹，那媒体分析呢，是在对拜登政府的政策失效来表达他的意见，同时也是表达他支持川普，然后他也在刷他的存在感。春宫如何看这个美国总统大选时刻，朝鲜这个时候又在发射飞弹，你怎么看？你刚刚已经把我的答案讲出来了。我基本上我认为这个平壤方面的北韩，他总是喜欢在一些比较这个全世界啊好像的关注的一个议题的时候，他就要刷存在感。哎，对。我现在你不要忘了，我北韩还在，对不对？而且北韩这个也是世界上现在被认为这主要的一个 flash point， 这个战争的危险的地区嘛，这个台海了，对不对？这个朝鲜半岛，所以我觉得这个金正恩他就有这种兴趣啊，他有这种嗜好嘛，总是要表现一下啊。嗯。那另一方面，我觉得你刚才讲的也对，是不是要介入这个美国的这场选举啊，要支持川普，这个我不知道啊，因为他怎么晓得川普一定会事先一定会赢呢？哈，会再入主这个白宫呢？啊，所以这个我存疑了，就是因为这样，我想要支持川普，我存疑。但是，他确实不管是谁，他都认为这个未来啊，新的政府到这个上来以后啊。那么朝鲜问题嘛，他要展现他的一个实力，就是我什么都没有啊。我常常讲，这北韩他这个也穷啊，但是我就是有把核子弹就绑在我腰带上面啊。那么这是他最大的一个，他最大的一个我们讲 deterrence 一个这样一个力量哈。那现在这个川普当选以后，我想。川普是讲他跟金正恩也很熟嘛，对不对？他跟谁都很熟，他跟每一个跟普丁也熟嘛，跟习近平也很熟。所以就川普就这个北韩来讲的话，那拜登如果跟川普比较起来的话，因为川普比较喜欢搞这个个人的外交嘛，对，个人外交。那这个金正恩他也喜欢这样玩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想未来啊，这个南韩可能会踹立蛋的，南韩踹立蛋。我个人觉得大概应该是这个，北韩应该乐见这个川普，乐见于川普这个入主白宫。只要说未来这个共和党的候选人川普能够拿下美国总统大选这一次的胜利的话，那么俄乌战争就会等于在短时间之内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结束了吗？但是呢，有一个人不这么想，俄罗斯的前总统，也就是现任的俄安会的。这个副主席他是梅德韦杰夫。好，我们看到画面上这一位哦，11月3号这一天，他对外表示说，对俄罗斯来说，美国总统大选不会带来任何的改变的，因为呢，他说两位候选人的立场都已经充分反映了目前俄罗斯需要被击败的一个共识。莫斯科没有什么期待。他还说呢，如果川普企图要结束这一场乌克兰战争的话，他可能会成为第二个被刺杀的。甘乃迪这话也说得非常的重。我们看到梅德韦杰夫他会说，就算川普当选，对俄乌战争也没有什么影响，俄方会如何来应对接下来美选后的局势呢？我们先请大使来帮我们做分析。好，这个俄乌战争从发生之后到现在，他起初俄乌战争他是不叫好，但是叫做各位记得大概2022年发生的时候，全世界都是觉得怎么可以做这种道德违反这个国际道德的一个伤害，但是呢，全球团结起来反共抗俄，这是叫做的原因。到第二阶段呢，变成不叫做了，因为歹戏托捧，大家觉得厌烦了。可是叫好，因为乌克兰呢，它开始还有一些这个打胜仗的一个佳绩出来，比原来各国期望它要好一多，觉得叫好，开始叫好。虽然不叫做，可是叫好。现在第三阶段是既不叫好，也不叫做了，因为现在全球的事情，重要事情太多了。就大家的注意力，大家的那个支持度呢，都不像过去前一两年那么的热衷。可是这两个人呢，乌克兰的Zelensky跟那个俄罗斯的普丁啊，还继续要把这个歹戏啊继续演下去。两个人谁也不愿意首先脱手啊，然后叫停，这变成一个骑虎难下的一个情况。这我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这梅德韦杰夫呢要讲这个话呢，我想背后有一些原因的。第一个，普丁呢他不能自己直接 comment。对川普的这个话有一些谴责。第一，过去他跟川普的关系曾经有好过，
就是他，可现在他基于这个俄罗斯的领导人呢，他又不得不反击这个川普。可是他觉得想不用我自己讲，我找另外一个俄罗斯啊，一个看样子好像不是重要，其实有蛮重要的人替我发言，表达俄罗斯的反对立场。然后这点我个人觉得很感慨啊。嗯。川普在竞选期间讲过台湾多少次啊？嗯。没过台湾多少次啊？嗯。我们台湾始终啊不敢吭声啊，我觉得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台湾，你不是一再讲独立自主吗？对不对？然后至少你不用是总统亲自讲，但你可以请政府的高官呢对外发言，表示一个台湾的一个自尊心嘛，这是一个台湾的尊严嘛。因为我过去作为外交啊，从这角度看，我觉得我们连俄罗斯都比不上，这点蛮可惜的。嗯，好，同样一个问题，刘老师又怎么看？基本上我认为就是说，俄国这个前总统哈，他基本上对于之前川普有说哈，如果他当选，然后几通电话就可以解决战争哈，这样的一个陈述或是论述哈，我觉得这个前总统是完全不相信的，他们认为是川普在尾后烂，就是画虎烂哈，因为毕竟就是说哈，如果今天川普当选来讲的话，怎么可能哈，川普跟普丁做了一些电话的一些互通，然后这个局势就稳当下来，普丁何许人也？普丁不一定会买川普的账。如果川普今天跟普丁提这个要求来讲的话，普丁他当然一定会去反手跟你去做 bargain 嘛，可能也会跟你去要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源，彼此创造一个虽不同意，但是呢彼此可以接受的一个平衡点。嗯，这样的一个战争慢慢荡下去的可能机会才有。但是我觉得普丁基本上也会展现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强硬的一个气魄。那所以基本上川普要打几通电话就解决这样的一个乌俄战争，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基本上是不存在的。那对于整个美国选后，其实我觉得俄国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看法或者是做法。第一个就是说，俄国会认为美国的一个政策基本上除了抗中之外，美国会把俄罗斯跟中国是紧紧结合在一起，视为一体的一个概念，就是 中俄的一个串联的一个概念。那所以一点就是说，美国对中国是抗中策略，对中会施压，对中国的经济跟政治跟军事某种程度包括晶片都会做一定程度施压的动作。那同样的一个逻辑可能也会对俄国产生一定程度的一个制咒或者是制约。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来讲的话，俄国的盘算是美国经过大选之后社会可能会有明显的一些割裂，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美国选后社会可能会有明显割裂的一个情况，所以俄国当然也会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时机去进行他自己本身有利的一个利基的一个国际宣传，我觉得是在国际的一个面向上或者是跟美国互动的一个面向上。那第二个在外交的一个部分，我觉得俄国还是会紧紧的去跟中国去做一定程度的一个串联，然后呢结合伊朗或者是反美相关一些力量去壮大自己本身的一个声势。那第三个在俄乌战争的一个过程中间，其实我觉得不管谁当选了，你要结束战争，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好，没有那么容易。那所以呢，俄国的一个理性的考量，它当然是在俄乌战争的一个过程中间，它可能要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取得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战役。那取得关键性的战役或者胜利之后啊，它的谈判筹码，即便最后美国强压川普强压，如果是川普当选的话，强压要大家坐上谈判桌的话，俄国那个时候筹码也会比较多。嗯，同样一个问题，老师怎么看这个美国总统大选，不管谁当选，这个结果对俄乌都一样吗？我觉得这是标准北极熊的作风，任尔东西南北风，我仍不动如山。选上之后，见招拆招，且战且走。俄国呢，莫斯科对于华盛顿虽无期待，亦无恐惧，大概就是这样。嗯，好，谢谢张静老师。我们持续来看到的是，现在在关键时刻，这个俄乌的战场上的第一线状况又到哪里？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俄军持续的在近期往这个乌东地区猛攻哦。现在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地图上面的部分，红军村的近郊，俄军现在已经正式的控制住了几个地方，包括了这边画面上我们看到安东尼夫卡还有卡捷里尼夫卡地区，并且准备向耶利扎维季夫卡方向的乌军战壕阵地来进军，迫使现在乌军呢只能从这个南部跟西南方的地方开始逐渐的撤军哦。现在的天气在当地还是算是非常的干燥，所以我们看到俄军在这个时候加强他的机械化攻击，甚至搬出了他的化学催泪弹啊，搭配他的滑翔炸弹来做更猛烈的攻击。刚刚说了，冬天真的是比较干燥，所以俄军持续靠他的机械化攻势猛攻。现在乌军单靠他的防御攻势，到底还能够撑多久？我们请张静老师来看。我想预测战事的发展不是单纯数据统计，这个数字统计的问题，也不是单纯啊去看啊，就是啊这些看图说故事的问题。我想战线是否会崩溃，战局是否会崩盘，
我想它是一个质变到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辩证过程。现在啊，很多东西啊，看起来其实就是整个变化在里头慢慢啊被掏空，会啊到达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状况。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这个《汉书》上讲啊，捐金石者难为功啊，这个摧枯朽者亦为利。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到底啊，这个就是乌克兰啊，现在啊，他以逐次抵抗的方式，有没有本钱啊，在划设数代啊阵地，然后逐次抵抗？我觉得他目前几乎已经没有那个本钱，无论就啊这个所用的战争的人力，或者说是士气以及啊相关的物资准备而言，确实是很困难。但是呢，我们要看呢、啊、世界上的战史啊。这个说时啊，那个楼就垮了，在垮的前之前，很少人看到它，就啊，这个就是垮的这么严重，就跟这个波湾战争的时候，大家会啊预测到这个伊拉克的部队，这个100个小时就这样被这样啊被人家摧枯拉朽，就这样啊就击垮嘛。这个一次大战的时候，在德国啊，真正啊就是投降的前一刻，人家还觉得德军是很难打下来了，所以呢，说不定明天他就整个垮台，你永远不知道。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乌克兰的攻势，它仍然是在逐次的做抵抗的，不过现在呢，还是再加上了这个其他国家。也就是澳洲国防部他提供的武器已经进来了，要将他的500磅的这一款，我们画面上看到叫做 NK82 增程型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交给乌克兰哦。那这个增程版的这款弹药呢，是经由战机投放之后，可以靠着它的弹翼滑翔72公里的。那我们看到美国智库也做了分析，虽然俄军现在战线持续的在推进，但是乌军还是有在做猛烈的反击。那现在造成俄军每天的死伤士兵的部分大概是落在1200人左右。我们看到俄军持续的用士兵的生命来换取战线再往前，再往乌东的地方这边推进。那乌军刚刚说了，拿到了西方的武器，他用联合攻击弹药的方式来去回击哦。这场俄乌战争到底谁会先撑不下去？牛老师怎么看？其实我觉得要回答哈，谁会先撑不下去？我觉得这个太困难了，可能全世界只有一个人能够做这样的一个预测，就是印度神童阿德南、阿南德。是。那但就说呢，如果真的要分析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如果先跳开谁先撑不下去这样的一个命题来讲的话，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哈，就是川普如果真的当选总统，他要落实他的承诺。几通电话他就要控制这个战争，去解决这样的一个战争。但就是说我们刚刚已经分析过，要达到这样的一个几通电话就解决这个战争的一个可能机会，我觉得是低的。除非好，川普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去弥平国内的一个冲突，去强化美国自己本身的一个权力，然后呢去整理出能够让俄罗斯跟乌克兰彼此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相关的一些资源，去创造一个虽双方不尽满意但可以勉强同意的一个共识。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太过的、我觉得太难了。所以我一直会认为就是说，不管美国谁当选总统，乌俄还是会继续打下去。那只是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你真的要讨论谁会先撑不下去来说的话，可能要去统整一下现阶段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内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就俄国他自己本身国内相关的一些因素，因为战争不断的去进行发动，然后消耗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相关武器，那即便呢能够针对武器它去产生一些内需的一些效果，但就是说西方国家对它进行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制裁，当然会对俄国的经济产生一定程度的一种冲击的一个力道，那财政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一个冲击的力道。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你俄罗斯不断的增兵，不断的增兵，可是它的一个伤亡基本上来讲的话，还是维持在相当程度的一个高点。即便北韩有派大概10000多人去帮俄罗斯去打乌克兰，那但是呢，只是减缓俄罗斯军人他生命消耗的一个速度而已。那如果今天就是这个俄军的人命不断的消耗，那在国内如果形成一定程度的压力，去给普丁去做一定程度的一个施压，或者是呢普丁这个政权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稳定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就会有内部政治上面非常大的一个风险。那就乌克兰来说的话，刚刚主持人也有特别提到，就是联合攻击弹药这个部分，你会发现到就是说，
乌克兰它基本上都是依赖西方国家对它的军事的援助，所以等于就是说它就是不断的依赖西方国家。然后呢，泽伦斯基就川普来说的话，他是一个最伟大的一个推销员，最厉害的一个推销员，然后一去美国可能就会获得很多的财务的支援或者是军事武器上面的一些澳元。那所以你就会看到就是乌克兰的一个情况，它就是只能对西方国家产生依赖。那但是呢，如果这个战争消耗太久，然后呢各个西方国家它的内政上面产生了风向的一个转变，它比如说不提供相关的军事的一个资源，或者是呢西方国家内部有压力，好把这个整个支援武器给放缓或者是停顿，那这个对于乌克兰来讲的话就会有非常非常大的风险。那所以你真的要讲到底谁撑不下去，坦白讲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判定的一个命题，可能真的只有靠阿南德了。我们来看到陆上现在这一场俄乌战争的最前线，俄军目前呢持续的向乌东地区顿内茨克推进，目前是说已经正式的拿下了赫尔尼克这个地方，并已经进驻到库拉西夫卡西部的工业区。乌军现在看到在情势不利之下，开始自己展开撤离了，目前撤离的地方是库拉西夫卡还有佐里亚涅，向西转移来加强红军村它的防御阵地。总统泽伦斯基在10月30号这一天也表示说，乌军在一些地区被迫撤退，因为某些地区现在看到乌克兰跟俄罗斯的兵力的占比已经达到1:8了，乌克兰现在是相对弱势的。我们看到他主动抛弃阵地，要收缩他的防线，就能够挽回前线比较不利的一个颓势吗？还是可能会让战线反而再次崩溃？舰长您如何看？首先我在说像在俄乌的这些战况，其实我们隔这么远了，往往我们都是从媒体得到一些消息，这些东西有的媒体都有一些立场，讲的不是非常的这个让人信服。但是我始终相信，如果你的朋友批评你啊，那通常就是这是真的。像这乌克兰最近有一个叫做女督军，是他们的一个女的议员，对，叫什么别祖格拉雅，我这还不太会发她的名字。他经常对这个乌克兰的这些军队做出一些批评，由于他批评的有时候很到位而且很严厉，所以大家把他叫了一个叫做女督军。好吧，5天前嘛，他第一次说出来，他说现在的乌克兰的这个指挥官那个军事指挥官一直在说谎，然后就说了三点。他说第一个，乌东有一个城市已经快失守了那个城市，然后乌北又有一个城市快失守了，然后他们打下来的孤军深入那个库克斯地区，他们又丢了一半了。然后我去查一下这个东西之后，我知道他说的乌东的那个快失守那个城市，如果真的失守，他就下来就可以打红军村。那红军村是在乌南，他就是北部、东部、南部各有一个城市要失守。然后他才说完三天呢，前天我就看到俄罗斯宣布中间这个乌东的他们已经拿下来了。那拿下来之后，我有一次跟帅将军帅华明将军在那聊天，他就我那时候我才知道陆军的考虑，他说我们陆军打仗很简单，把地图摊开，然后我就看那个交通线，我就告诉我就专门打那个补给的那个枢纽，这三个通通是他的补给枢纽，你只要打下来之后，敌人的补给线就断了，敌人的补给线只要断了，对陆军而言就是你原来在攻的对不对，你立刻就要开始变守，还突破不了补给你就要撤，所以陆军就是在打这个。那目前你看起来东南这个北东南全都已经失守了，所以你知道基本上乌军已经是大概会失败了。然后我相信一些专家所讲的话，还有一个就是也一样，女督军今天的新闻吧，他说一个什么东西，他说他又在骂他那个指挥官，说你怎么把医护跟空军技术兵派到他的步兵去了，就是说这两个原来是在救人的医护嘛，空军技术之兵是在维护那个飞机起降什么的，他把这两组人抽出来调到步兵，从这个东西你可以知道他不仅缺员，人力短缺，兵短缺，而且缺得十分的紧迫，否则任何一个军事运用不可能把这两个技术兵种丢到步兵，步兵就是一个靠走路就是那种很辛苦的兵种，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基本上乌克兰这里是失败了。那川普有讲，他说乌克兰已经基本上是被打败了，他说任何协议就算是最烂的协议都比现在好，
这是上一次泽伦斯基到美国去访问的时候，川普见到他，川普说的一个。所以我的感觉，如果川普胜选，这个乌克兰的战线会加速的崩溃。他们现在在崩溃中。只是只要十一月一号川普胜选，他会迅速的崩溃，因为川普的立场我觉得是非常简单的。他不会支援乌克兰的，拿那么多钱给他们。这不是川普的立场。好，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乌军的部分在补给线跟缺兵的状况都非常的严重之下，我们知道过去他们两个俄乌双方在交战的时候，通常都是打了半天，那乌军才会撤退，但这一次是主动哦，主动撤退。委员你怎么看这件事情？主动撤退原因很简单，就是说他被半包围，半包围就是说俄罗斯军队的前行攻势已经打到最外围的更深远的地方了，然后它的补给线已经在俄罗斯的炮火底下，所以补给线已经中断了。一个军事指挥官发现你的补给线被截断了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我的炮弹还剩下多少。如果一个军队炮弹子弹剩下没几发，不整个准备自杀吗？所以在趁着还有一个机会的时候就赶快撤退。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战术上的一个失败和空档。第二个原因的确是乌克兰的军队啊，我坦白讲我非常的尊敬他们，很多的军人在战场上已经超过九个月了，稍微有经验的都知道一个军队最好在第一线不要超过三个月，调回来整补换新的，不断的轮替。所以你表面上看起来俄罗斯的军队在第一线战场上只有40万，乌克兰有50万，但是乌克兰这50万驻地都超过九个月以上了，全部都是俄罗斯，顶多三个月就遵守回去，调来调去，调来调去，所以他永远有这个预备部队在那边轮调，所以每一个人都精强马壮啊！你拿到没办法呀、啊！所以这个打仗的实力，这个在士气就差很多。而且在这个第一线这个待太久的话，那个精神状态这个舰长都很清楚。我们一般当卫兵只要站个三天就准备想要开枪打连长，真的那种情绪的压力就不满烦躁会有这种很特殊的，因为一般没当过兵不了解这种军人的特性他必须要赶快上去赶快下来休息，赶快上去，他战力才能够维持得住现在乌军的士气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第三个更重要的原因就他们的指挥系统是一团乱，这个刚才这个舰长讲的那位女督军也不用推责任，他是真的是督军啊。泽伦斯基竟然派他啊，好像是以国王委员召集委员这种身份，到各部队有巡视权，他到了就乱指挥一通，乱骂一通。那请问你这些军人干嘛听你骂呢？那你竟然骂你敢搞啊？那你去决定啊，我们就照做就好了。就使得整个部队凌乱了一塌糊涂，连到最高指挥官说要打库尔斯克。所有的包括美国的军事专家都说惨了，连那个不算军事专家的米尔斯海默那个国际政治学家他大叹一口气，这一下子20000人会挂了。20000人是乌克兰的精锐部队，不是一般的部队，机械化的部队啊，才能够攻进去那么快的速度进去卡住出不来了，那怎么办？这个是很大的士气的一个损伤。那你调的时候是当时在守红军城外围的所有的精锐部队，你抽调光了，其他的一个一个就被收拾掉了，因为你会想着哈，我的兵是编不到60%，他的不到40%，那你说这个军队，你说简单的旅长他怎么去指挥啊？对，所以再来就是说，他的总指挥三军总司令泽伦斯基他好像把指挥战争当作演电影。他是一个很会演的人，但是问题是在这个场合非常不适合。他动不动经常有时候只下定要攻什么地方是他要去美国访问，要给他一点烟火，要到欧洲开和平峰会，要给他烟火。他完全混乱了所有的军事规矩，所以底下的军事指挥官怨声载道，怨声载道。那尤其现在升上了这个新的指挥官你说他好嘛，也不能说很好；你说他差嘛，也不差。可是在这种指挥底下，他没有俄罗斯军人那种条件。俄罗斯军人就是他谁不用管，他只对普丁负责。那普丁也完全说你就照我的要求，说要尽量减少伤亡，尽量平民的死伤减伤，其他怎么打他一概不管你啊。而且他给你足够的物资、武器、炮弹。像我要嘲笑一下美国政府在2023年那个拜登政府年初
他说我们估计一下，俄罗斯军队大概打到2023年的这个三月份的炮弹就没有了，就现在了，对不对？所以拜登政府要换下来，真的换下来，太差了，连这个这中央情报局这是什么估算的、啊？像什么越打越猛啊，炮弹越打越猛啊，那就开始自己编谎，哎呀，他炮弹是跟北韩要来的，下了这么多乱讲，北韩能够生产多少炮弹数也数不出来，北韩工业能力很有限的嘛，而且库存多一点搬一点过去，还是不够俄罗斯用，啊开始贵啊，哦那中国一定帮俄罗斯生产武器，为了圆自己的谎，他估计错误，所以拜登政府哦是俄乌战争爆发的罪魁祸首，是如果没有拜登，这个战争不会爆发，是再来爆发以后。估算的样样都错，也要怪拜登政府。是，所以民主党是真的是拖垮了乌克兰。是，同样一个问题来请教 Russ， 就刚刚委员特别提到，拜登说嘛，就2023年俄罗斯的炮弹会打完。等一下你怎么回应这件事情？再来就是美国四月份通过的这一项援助乌克兰的法案，610亿美元，当中270亿美元是直接的援助，那包括会提供的武器，海马式啊、陆军战术飞弹 F-16 等等，有非常多。现在达成率说只有10%，你又怎么看这两个问题？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这个大金额的援助，那部分是美国现货，但是如果美国有现货的话，还是要从美国国内或美国国外的军事基地调过来，这个也要花很多时间，不是几天或一个礼拜之内就可以从美国各地的军事基地找来的东西，真的要花很多时间，然后要先运到，可能是先到德国，然后再送德国军事美国军事基地，再送到乌克兰去的。那另外一个部分是这个金额是用在买新的，但是这个要制造，那制造需要很多时间，而且我们知道美国的供应链目前就是不管是国防或其他方面，但是尤其是在国防，这个已经有很多相关新闻，国防供应链真的是出现问题，很多很多东西，包含台湾已经买的东西，都是 delay 再次 delay 再次 delay。所以乌克兰这些东西部分，如果是制造的话，真的要等很久，不是很快能送到乌克兰去。对。那有关的拜登的这个判断力啊，那个时候可能是会有一点误判，我也是认为是有误判。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国内，虽然我们不会认为俄罗斯这个国家是制造很多不同的东西，比如说电子商品，他们都要从中国进口了。那很多东西他们不再做，但是他们真的在做武器，是他们自己有能力，他们有相关资源，他们也有 factories 工厂也有，所以制造武器是我相信，俄罗斯可以自己做，不能就像委员刚刚说，他不能完全依赖北韩。刚刚 Russ 也提到台湾嘛，你说这个 delay 的部分，就武器的 delay，说台湾的部分我们也 delay， 那所以我们就会想说，那这个台湾 delay 的部分是不是送到乌克兰了？但是乌克兰也 delay， 台湾也 delay。对，已经出现这个问题，在很多不同的武器是台湾，美国已经向台湾说对不起，你要等我们先。没有，他没说对不起啊。我们要先处理，要先处理台湾的订单再，对不起，先处理乌克兰的订单才会。处理台湾的订单，这也是事实。地缘政治、美中之间、战略价值、强权崛起。